大家好，我是宝妹，我是阿伯，欢迎咱所有的乡亲的朋友收听咱一百一十年六月十一号礼拜五，一位是阿伯老师甲宝妹伫家为你所服务主持，两点钟新龙宝吉赞。来，今天来到我们的星期五哦，非常热一天吼，透早起床个干嘛讲啊？你头奶假你阿妹吼，真的是有点点热。好了，这么热的天气呢，好朋友。稍安勿躁哈，因为今日呢够地动，我呢我伫个录音室，我都要爬起来，我想讲，哎、欸，是我坐伤久，头壳即晕吗？那害者害者，后来我回头一看，欸、不对嘞，麦克风即叮当，安尼还好哈。我今晚我来头壳晕啦，头壳疼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会紧张哦，我也会有一种紧张的感觉，因为不是说那些都是有症状的吗？我一个人是看到哈，迄、那个。那个消毒车出来，我就知道说，哇，今天云林县大概有点点状况。果然没错，终于又看到消毒车。欸，不过几家回呢，云林县呢，今天就有人确诊了哦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大家看呢，大家可能也习以为常啊。这数字呢，一直都维持在200外。我们董事大家感觉就是说，如果都维持在这个时间呢，可能这日子呢，要说吼，动就久的。但是今天呢，听说我们的小英总统接受呢，广播媒体的访问。一共呢，有可能呐，哈啊，是不是会真的？我不知道，啊，也要看我们的状况吧，哈。希望啦，哈，是不是月底呢就能够让大家稍微安呢？啊，但是恭喜在，一个人放心上哦，我心情还是没有办法松懈呢。说实在，以前这样是跟他讲，现在大家呢可以稍微呢，卖，不是一嘛，不是讲叫大家呢放好轻松，可能就是说没有那么样的，就是安呢，不可以几个人在一起讲，嘿，对，但是伊安呢讲坦白话，我还是不敢。我给你买鞋哈，看电竞呢。因为今天就有一个昨天的染疫啊，给你个贵翁啊，哈、哦，这个大家看新闻，每个人都知道，很不好意思呢。这人刚好是我妹妹同事，同学，所以呢，他就跟我说啊，这你看，原来死亡离我们这么近，一天娘娘一个人就不见了。所以有时阵这种拍讲哈，而且他年纪也没有很大。真的没有很大，因为就是那个人大概也就是大概五十几岁而已哈，你回来不讲太多啊，但是年轻哈，假派讲哈，人生很难讲，什么时阵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坦白讲，谁有没有一个哈，没有办法有把握啊，但是我这个登温刀哈，我拄到我表妹，其实我是不太能出门，但是那天我为了去跟她拿一包面线，我去了，我表妹有讲，而且你不刚刚讲哈，嘿，彰化葡萄家族的人。真正真衰呐，真可怜啊！无是安怎，因拢袂当去吼，万华卖物件，拢大家拢卖食饭哦。哎，要回来更唔方回来。老师，你看我说的哈，我是没有看到这一则报道，因为我刚好回家，我比较回家，我都很少在看新闻。但是我有听我的朋友讲，啊，我加上我表妹甲我讲这代志，果然我说的没错。一旦因那时候啊，一种心理上的创伤哈，身体上的创伤可能好了，但是心理上的创伤呢还没好。你点干嘛？有伟人一点干嘛讲？有什么好创伤的？啊嘛是因为因，对吗？啊因那卖灯啦，因那一准卖个万华卖葡萄，不就没有这些事？但是他怎么知道去卖葡萄会有这些状况呢？伊嘛不是第一本去卖葡萄啊，也不是第一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事情，就是叫你要多吼啊，过年无错，有没有等来呢？让感到淡笨手。老师，你说这样子，那种心情上的感受就很糟糕。所以有时阵吼，你讲真的哪一天呢？我们除非打疫苗啦吼，无注射的吼，恭喜在，你要叫我吼，一二三，放轻松，无可能。我只会当甲大家讲，还是没有办法。迄、那个神经线呢，还是爱有较硬呢。所以即阵啊吼，不管怎么样，天气很热，讲实在，挂吼嘴炎真正是真艰苦。迄日本人呢，因35度，因为日本一向天气都比较没有那么亲像咱家遮尼啊热，但是即几年来呢，气候嘛即改变啦，因为温度嘛来刚好35-36度。最近他们住在那个好像是大阪还是哪里的，天气就很热，因嘛干嘛讲吼，都干要死，要掉沙。所以住在台湾的我们怎么办呢？天气又是这么热，你说嘴炎也爱刮吗？哎，你如果要抵命，你就爱刮、哦、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、哦、因为这一次呢，来到台湾的是英国、哦、英国变种的病毒、哦、不是一开始的那个、哦欸、变动，所以是有差异性的，大家呢也不要掉以轻心，你天气再怎么热，为了我们自己自我身体健康，为了我们家里我们所爱的人哦、我们大家呢都要各自尊重，
保护好自己，照顾好自己。你不可能讲吼，哪有几个人像宝妹一个人住？找不到几个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自己这样讲，我也有朋友啊，我也有同事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能够吼想说、啊，反正我一个人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你要想说，你接触了这么多人，人家也有家人啊，哦、所以做人呢，爱想看吼。替别人多着想一下下，唔通想过主事啊！如果主头忌讳拢是想着家己，安尼也干哦。所以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天气再怎么热，吹暗呢，还是爱乖啊，记得多补充水分。但是原本我想讲，会不会来下点雨啊？结果呢，当归波谷吼无落，因为中岛时阵有较暗淡薄啊，吼，就是在整个。云层好像感觉又比较厚，会知道呢是日头盖多啊，但是中岛时阵就觉得啊，日头有较暗小寡，但是呢雨水没有下，所以老师这几天啊，是不是表示讲咱的天气会变好，还是讲明后天呢迎接下个礼拜一的端午节？今年呢端午节可能很多乡亲都不能回去故乡过节哦，不要紧，忍一忍啦吼，明年呢还是可以过节，只要你这条命老的，明年吼看你要过什么节，天天要过端午节、情人节、中秋节都可以。但是呢，今年大家呢就稍微呢不要移动一下，好、哦，可、就是暂时呢，在恁迄个所在吼，好好过节个吼。尤其是新北地区的人吼，回来真的很多人比较不喜欢。啊、你讲啊，你这讲大标签，不是，是因为现在就尽量少移动，不要增加医护人员的困扰啊，也不要呢。哎，替咱在地的人呢带来困扰，咱嘛唔知影讲咱家己到底有啊无？有人是无症状啊，啊你也无快筛，你嘛无吼去做迄个 PCR， 咱嘛唔知影吼。所以我们还是把自己呢先留在原地。但是呢，这个温度的部分哈，第一星期一啊，如果我们不能回家，啊不然第一门卡靠立个蛋，是不是有机会呢？啊是讲这个气候哈，哎有转变，会下点雨，老师。嗯，在气象局的这资料内底啊，大概啊温度呢会稍微，尤其这两天啊，这拜六礼拜这两天呢啊，伊是坐云到好天，不过呢局部所在哦，尤其是中岛以后呢啊，有一个这个低渐转和这款的这个天气。那么礼拜一开始受到西南风的这个影响啊。那么在咱南部地区有阵雨、雷阵雨，那么山区哦，也是讲中岛以后局部的这阵雨，所以啊、基本上哦，都还是有雨的一个靠雨水的一个这个天气，但是呢啊、这个雨水量呢应该是没有那么的明显哈、哦。那么所以最近应该是要特别注意哈、哦，应该。这个高温啊，高温的这个包括啊，嘉义啊，包括这个啊，咱地域哈部分的这个所在，比如讲屏东、较瓦山这哈、个，这个、河谷地形啊，那么这拢是同款啊，就是讲尤其咱那地外口还在做工课哈、啊，那么这个有的人讲，进前大家拢一个印象哈、啊，这个 SARS 的时阵呢哈、啊，那么迄阵的一个天气，一个温度，一个回升，哈、哦，它就这样子突然之间，哦，就好像就从这个地球，哈、哦，啊，给消失掉不见，哈、哦，所以这有当下，哈、哦，这个大自然是很奥妙的这所在的，就讲、是、这个病毒伊要存在，有法多的这个世界存在的时阵，哈、哦，啊，通常伊就是讲，不能有太多的这个啊，一种杀伤力足强的，比如讲伊那是感染的。那么就这个很高的致死率，啊，现在足管的致死率啊，伊即马这个病毒呢，它是伊是一个寄生嘛，啊，啊，即马丢掉伊的寄主呢，就被啊的就失去生命啊，啊，所以伊这个传染的这个途径呢，就很容易就会断掉，啊，所以得手的这个啊，后盖咱可能未来哈。这真侪有可能，就是讲咱必须要呢啊，像这流感有 A 型、B 型，啥这各种的这类型哈、哦。那么包括这个新冠肺炎哈、哦，这种肺炎的这部分呢啊，伊嘛有可能有一个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、德尔塔四啊、埃塞隆四大哈、哦，啊大概呢，伊即卖编号是安尼哈，所以咱真侪人哦，拢会讲啊，这是这个。啊，印度的变种，哈、哦，这是这个新的哈、哦，南非这个变种啊、哦。那么对着真侪这个啊，多数哈，这种专家大家拢是希望讲啊，防共的，比如讲起码大家若讲到这个
啊，中华啊，就讲到这个葡萄，哇，这就是彰化葡萄，彰化葡萄，啊，即马把这个连接起来，这维朗德那种感觉就不是很好。当然，你若讲 K O 葡萄啊，这是好的连接，这不要紧哈。但是啊，像这个病哈，啊，这种一种带有一点歧视的这些语言，所以即马呢，伊通常就讲啊，你尽量卖去啊，不要用地。好，不要用当地的这些地名哈，去对这个啊病毒啦，对这个疾病哦，去做一个这种啊一个这个分类哈，这通常就这个建议。啊，你也发现哦，这像你弱哈，但是呢，这个含 SARS 它无赶快哈 ，SARS 致死率很高哈，但是呢，啊一来那个时间哦，一下子然后就没了。啊，但是现在这个新冠肺炎呢，哦，伊的一些致死率呢，无遐尼高啊。嗯，无遐尼悬嘞，但是你也不能去轻忽它，因为它比一般的一个流感的一个啊，这致死率搁较悬哦，所以咱嘛是爱啊严加戒备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虽然啊，进前认为讲啊，迄可能含 SARS 差不多热人的时阵都无去啊，结果呢啊，好像没有哈、哦。这印度呢天气很炎热哈、哦，好像到目前为止呢也是一发不可收拾啊。哦所以呢，伫即内底，咱也是爱提醒着所有即个好朋友吼，尤其啊，那总共是即个伫外口有咧运动、有做劳动的即个朋友吼，一定爱注意身体。那么水呢，一定爱加啉寡吼，多喝点水吼，这是一个上界重要的即个所在。那么会当长期吼，那么如果那伫即个高温的即个环境内底啊，尽量唔通伫即种环境伤过头久吼，啊，家己爱小准则一下，包括咱好比如咧啊咧拼行业咧拼经济时阵吼，所以一定爱注意吼、哦，注意即、這个啊，咱若有去横林哦，包括即卖呢啊，可能车啊要挂啊较紧张啊，咯即、這个啊有当时啊浪碰啊，就去看卖啊者。啊，那总共有要处理横林啊，咱得甲处理的人少讲一下，吼，大家人知影吼啊，即知影手机啊，即嘛足方便的吼，手机啊炸的啊，麦当互你知影讲啊人去对吼啊，因为呢，即每一年呢，伫即个时阵吼，大概就是即个时阵吼，因为温度足悬的啊，车啊特别挂啊，咱作者即个啊，有当时啊，咱一挂农民朋友啊去横林巡吼，去巡巡呢。啊，顺顺咧，头壳煞戆戆，想讲啊，小可戆戆啊，无小坐一下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小休一下，啊，休一下就总啊，有当时啊，这个啊，比如讲有咧控制血糖啦，吼、哦，啊是讲有这个高血压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等等一挂这慢性病时阵有时啊，啊，你会感觉怎样戆戆啊，戆戆因无啥要紧啦，吼、哦，头壳小可晕晕尔，坐咧小休一下，但是因为温度足悬，有当时啊，你啊小可晕晕安尼。啊，结果有可能就是已经轻微热中暑啊，就那你啊去热掉，身体的身体者这个啊各种的机能拢会发生这个变化吼、哦，这相当的这危险啊。每一年呢啊，拢有一两个这种的这个案例吼、哦，啊，这互咱拢感觉真唔甘吼、哦。那么有当时就是讲啊，咱一定爱家注意哦，好势吼、哦、啊，即嘛较早讲都联络无方便啊，即嘛真方便哦，手机啊炸嘞，对不？啊，那人感觉无爽快。是安怎呢？会当较紧的含处理人，小可联络一下，啊，大家都知影伫真短一下，这时间有法度处理。啊，这有当时啊处理起来就不要紧，啊，那是啊，这真侪拢是这个时间叫拖过，啊，这车啊搁关关，有当时啊你呐啊坐伫迄个所在，真正无一定看得到你，哇，这个就危险的哈。啊，所以就提醒着咱所有一个空中好朋友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讲有这个午后对流较旺盛哦，所以呢。啊，比如讲像咱台南啦、高雄啦、吼、云林、嘉义吼，甚至屏东的这些山区呢，啊，伫咱中南部地区啊，拢有这种啊，这个午后对流，因为这西南气流的这个关系，那么这有可能呢，啊，会伫山区的地方落点啊雨，所以你若是有去山林哦，你做工课，咱一定要小心啊，注意啊，这防止预防雷击啊，这那是有开始听咧了咧雷公戏呐，吼、哦。啊，小闪一下，啊，即当啊，尽量减少伫即个室外出现的这个机会。那么目前哦，伫太平洋地区有一个即个热带性低压哦，但是即个热带性的即个气压吼，啊，有可能发展做一个即个风台，但是这对台湾影响相当的小，吼、哦，伊可能伫明仔载吼，啊，伊的伫起来了呢，伊的经过即、这个。啊，海南岛，经过海南岛过，然后
啊，直接到位广东、广西这边去哈、哦，这对咱台湾的无什么款的这影响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但是因为伊这个风台吼、哦，又是种这个，伊这真细哈，这热带低压哈，不一定会变作风台哈、哦，啊，但是真有可能哦，但是伊啊，对周边的影响、哦、比较较少哈、哦，但是会得讲啊，尤其这种风台这個、啊，离咱搁较近些，因为这离咱较远哈、哦，但是呢，对咱的这个。啊，天气吼、哦，就变影响吼，就、哦、较袂遐尼大啊。但是呢，伫即个中间呢，就会较比较闷热吼，尤其嘛在后日即一两天温度都足悬嘞哈。这水汽也叫吸过啊、哦，所以呢会比较闷热一点点。啊，这嘛伫遮提醒着咱所有姐姐空中好朋友。好，来63386空1633-8601，这是现场扣印专线，伫遮呢，有闲欢迎咱乡亲吼多多利用。住宅使用上这部方面，咱有任何不清楚、无了解问题，就是靠咱的扣印专线。最近几天呢，天气就烧热吼，静坐的部分呢，我们人要喝水，作物也是要喝水，但是这次的封面呢，确实给我们带来不少的雨量。好你家仔有来哦，啊无真正吼有冇考啊？但是我嘛坦白讲，也因为呢最近呢落家雨，啊个加上吼前一阵子防疫的关系，一开始呢一类菜吼，大概看了学校也不上课吼，啊餐厅也袂当吼，哎、做生意啊规气呢无精，结果无想落济雨了，蔬菜的价格最近呢，熊熊安呢爬起来。大家讲，菜那也加贵，菜那也加贵，不过都是短期叶菜类哦。过贵两三礼拜，或许价格上会稍微回稳一点点，因为总是会有个空窗期。你若是讲有淡薄啊衔接不上啊，浪芳的时间，当然这菜果较贵。啊，若是拄到迄种落大雨，啊，佮出大麦粒，像菜类呢，基本上烂会较紧吼、哦，真的烂的比较多。啊，你也唔通想讲吼，哎呦，农友唔知赚偌济，算了吧吼。哦损失的呢，可能也较侪啦。啊，你讲有汤，正经有汤买吼，可能也只有少部分。好啦，所以不管讲吼，你种的物件是虾米款的作物，有任何的问题，就是拜一到拜五，暗头前两点钟。啊，咱隔天讲呢，重播时间是4点至5点。啊，咱呢，4点至6点，啊，还有8点至10点，即两个时段。网络收听的部分有疑问，唔知影我要怎收听？公司的行政电话会当卡632-6370，或者是632-3469。先来看吼李俊广的问题，老师，看一下李俊广吼，伊要请教老师是伊的芭乐呢，树啊有喷油啊，哦，算讲迄个草油啊喷着，是毋是有解救的方法？啊，树顶呢已经有拔袂少的这芭乐，成熟了敢会影响着伊的品质？包括呢，芭乐即卖是毋是当喷吼钙，啊，够硼，包括啊够即个叶片是，哦，算讲是毋是当点小片吼也肥？因为何杰喜公爹头量也不易，他说什么？现在这个社会变了，是不是见不得人好？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伊可能刚刚讲有人甲何杰夺手了哈。好了，老师来，你看一下。这个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哈，这围栏呢真的是啊、比较没有良心呐哈，这咱。这个世界或许真的已经有一点点变化哈、哦。那么，但是我是感觉讲，多数的人还是好的哈、哦。我个人也是认为呢，比较较正面啦哈、哦，比较正面的这个所以呢，你一定爱啊，稍微呢给他注意一下啊、哦，这类物件。那么，这有机会哈、哦，我相信最近正在安排哈、哦，这有当下。因为你这个种芭乐的这个所在吼，一定袂使芭乐吼，你唔通看伊安尼吼，伊足惊堵水吼，所以你个所在那是伤过头干水，那么伊真容易呢，有一个会去得这个利夫病吼，而且得这个高病的时阵都开始吼足盛的吼，这真正非常盛啊，伊会足盛这个。啊，去那种叫草药啊，扫掉这种的这感觉哦，因为迄药啊，黄的了啊，臭哒臭哒啊，加上那总讲有一个啊，落雨雨水去堵掉吼，那、哦、堵掉水特别明显哈，伊、哦、会足紧的吼，伊、哦、有两种情形，一种的了啊，较慢一个，就是讲伊通常那去感染到这个时阵呢，主要伊拢是伫这个新红的这个所在，伊安尼变来臭哒臭哒啊，甚至会翻乌吼，这咖啡色吼，甚至到乌，啊，这新红的点点，那新叶的这个
叶啊呢开始吼，安尼变黄变黄变黄，有当时啊你会看到红个红个吼，改成啊改成一个即个红色的吼，一种作成缺磷一种症状。啊，那这种情形呢？啊，但是伊多数是袂讲一开始就规长吼，咱呐草药啊去喷掉的时阵吼，啊，真有可能一开始就规长哦，这个大概是啊比较比较明显的一个啊一个所在，所以你那是讲会当去啊去确定讲是不是叫这个啊，比如讲有草药啊喷掉吼，这其实你那确定吼、哦、有一点点啊吼、哦，就讲无介严重的时阵呢，那么这是有解哦，咱会当用这个。咱有一个这个吊车吼，啊，你头一遍你甲喷较重的吼，这300倍嘛是会使，但是无必要喷到300倍，你就讲用500倍。那么有的人讲这个喷较重的吼，伊吸收不了吼，所以通常就是讲在后面吼，咱听众朋友一定爱了解到后面的吸收的量总是较有限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咱就是讲先甲喷。啊，你300倍解喷过了呢，啊，应该掌心吼，掌心呢，真紧伊就回转来吼、哦。那么我是希望讲，有机会吼、哦，你会当过翕两张啊，这个相片，尤其是这个心脉的这个所在呢，啊，一定爱小看嘛。那是确定讲有可能吼、哦，叫草药啊喷掉的时阵呢，啊，你也该扫两遍啊吼，伊个无介严重的。救会回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吊车，这你会当较紧呢。啊，含保妹来甲伊这个联络，吼、哦！这即马真侪咱听友拢了解到，也是草药啊伤着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较紧来找这个保妹，吼、哦！这镜头断的准，吼、哦！那确定讲是啊草药啊，吼啊真紧，伊会随着回回来，吼、哦！这除非讲用草药的量真重，吼、哦，还是讲伊个用量用足重的，吼、哦！这较食力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！上惊就是安尼，就讲伊个。草药的量真重，啊，然后咱真想办去解处理，啊，这都有可能，吼、哦，都有可能呢，啊，会出现着讲啊，你无材料去解决的这个情形，啊，那种讲小夸，哦，无介严重，吼、哦，那么伊迄随结落了，伊回起来迄个问题呢？那么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啊。那么你伫目前该看起来吼，就是讲啊，真重要的这所在，我个人的这建议，你这巴拉的这个啊，基本球形吼，因为伊个较开张吼，伊个较显开吼，你所以你可能爱小夸予伊啊，伫这个修正的这部分吼。啊，一定爱个姜也无好食吼，因为你这树形呢，啊，有一点点啊，较无讲真好食吼。那么小一旦吼，伊这个歪是不是这个红心的芭乐呢？伊较徛咯，这个品种啊，我也较无了解吼，无这是感觉起来是有滴啊较徛心吼。啊，咱主要芭乐就是讲中心爱个掀落开吼，啊，你这个小去做者小小的这调整，啊，这效果会较好啊。基本上啊，就是讲那较大长了。啊，伤过头密吼，咱可能爱用啊跳掌的这个方式呢，爱一半掌啊，爱改这处理掉吼、哦，这可能你爱稍知影者吼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啊，你即阵吼，比如讲你喷这个啊，因为你有怀疑讲是唔是有这种草药啊去伤到啊是安怎哦，你用吊车去改这个做者这个处理。啊，做处理的时阵呢啊，通常就是讲会当改喷用一挂这个钙吼、哦，用一点钙吼、哦。啊，喷呢，伫这个时阵就较无需要量，就较无遐尼大，不过。啊，芭乐吼，就是讲咱因为一水花咧来吼、哦，所以啊、通常你若看到花苞，啊，你就该就补盆吼，啊，开花哦，开花有看花苞，啊，是讲咧开花，你要怎啊，就该补盆。啊，那是雕果，即阵无花苞，盆就较无遐尼啊重要。啊，钙你会当补咧，伫即个伤寒、伤热、伤打、伤打吼，从即马就是伤热哈，啊，即、这个情形咧，你都爱补钙哦，这大概是安尼这方式哈。哦那么啊，会当来解处理哦，好势吼、哦，我相信也是安尼来解用呢，应该就无虾米款的一个问题啦吼、哦。那么会当好好呢来先解这个处理过吼、哦。那么这个草药的问题是去喷掉，还是讲是去啊掌心呢？因为我看你的是掌心这只只涂卡底，这改成啊这种草的这情形呢？啊，这是不是有这个？啊，去喷伫这涂骹是安怎哈？
或者较紧来改这做处理哈，或者会当配合这个钙哦，比如讲你会当用硝酸钙，因为你包料啊，起码等咧大哦，啊你这长啊，唔是足肮脏的，啊你会当甲喷一撮啊这硝酸钙哦，啊那阵讲正经伤热哦，真热呢，热甲冻袂掉，你会当用海藻钙哦，啊做回来改这个做处理哦，安尼起来足紧咧回起来，这個、速度就真紧哈、哦，那么。啊、我相信呢，有当时啊，咱拢会去这个世界吼，即、哦、有一挂人奇奇怪怪作势啦吼、哦。我相信呢，啊，应该大多数拢是好的吼、哦，啊，唔通啊，唔通伤过头这个失志吼。有当时啊，啊，咱就是讲家家己做个好事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嫌人这个伫这个社会内底吼。哦啊，嫌人伤骨力的啦，吼！啊，这个怨人伤好嘢的，吼，这拢真侪，吼，这种的这啊，真侪，吼，咱啊咧做啊，有当时啊，咱就是讲家家己的这个工课，家己做好势，吼！啊，其他呢，我们就啊，边看，哈，这有时啊呢，啊，确实，咱啊拄着真侪这问题，咱很难去啊，很难去面对它，哈！啊，和家己呢，诶，当放较轻松些，话确实，吼，那是有这个怀疑，吼，即马这种。啊，这个有足简单嘞吼，这种、这种摄像头这哈、个、啊，咱咧用的这啊，这种镜头哦，这小小的呢哈啊，该装装吼，装两支啊，比较隐秘的一个这所在，你一粒啊镜呢吼，即卖然后一支镜头啊，大的都是翕啊足清楚的哈啊，伫你怀疑的这所在呢啊，家己装哈，因为这。这有当时啊，警察真歹去处理吼、哦。你也是啊，你也是讲装一下这摄像头啊，装一半机啊真的吼，手机也是真的啊，佫有一种假，大机迄种是假吼、哦。啊，迄原来斗电池啊，太阳能的，伊原来家己会伫遐踅来踅去，但是这上吼，迄、哦那个所在是无咧摄影的啊。哦，迄、那个所在迄大机的，互你装互你看，伊迄伫遐踅，然后日头若晒，伊就伫遐，我佫会踅哦，哦，安尼介绍拢有咧翕相安尼吼。啊，迄有诶查啦，看到迄个惊，你才知影真诶还是假，对吧？其实咱有真有假，够惨诶，吼、哦。所以啊，这嘛是另外一种即个自保诶这方式啦，哈、哦。那么确实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啊，面对这种社会诶这竞争，吼、哦，咱一定爱采取啊保护家己诶这方法，哈、哦。嗯，好，来63386013386001，这是现场的电话，欢迎咱乡亲多加利用。有任何不清楚、不了解问题呢，都会当吼卡咱的电话。好啦，再来看一下吼这个听友哈，我们的听友呢，嗯，周佳玉呢，问问老师吼，洋香瓜剩。哦、算是那个纪律作物吗？包括、哦、这氯化钾、牙膏底做堆肥，是不是可以？应该是这个问题吧。这个是安尼哈，这目前没有人哈、哦，现在已经是无人咧讲，因为咱农民比如拢讲纪律哈、哦，啊，这个纪律，这个应该这唔、个、知哪宣传出来哈、哦，这个、其实。啊，即卖已经是无人咧讲纪律作物啊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共同上就是叫做绿敏感的一个，这个作物吼、哦，就讲、是、有当时啊，伊的一个伊比较较敏感吼、哦，比如讲伊那是土壤内底氯离子的浓度哦，那是啊，伤悬啊，伊的生长就较无通遐尼好势吼、哦。那么，但是唔是讲拢袂使去吸到氯离子，唔是安尼吼，即、哦、通常。啊，这个浓度其实都挺高的哈、哦，这超出我们的想象哈、哦。啊，比如讲像这个番薯哈，这个薰叶啊哈、哦，这种啊，这个莴苣哈，这个、白菜哈、哦，草莓啊、哦，葡萄哈、哦，你注意下看哈、哦，做者这种，咱咧讲的这个所谓这种绿卡敏感的这作物呢哈。哦啊，伊真侪拢较惊重肥，吼、哦，所以是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，吼、哦，迄乙烯酯较无通买遐尼悬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包括马铃薯啦，吼、哦，柑橘类，吼、哦，啊，其实伊是较敏感，伊对一款物件会稍微敏感一点点，吼、哦，但是唔是讲啊，即用氯化钾的会安怎，吼、哦，这个不会，吼、哦，这个不会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唔免去改科路，吼、哦，所以即通常就是讲啊，即、这个有特别一寡即个作物，吼、哦，伊通常就是。讲伊对这个较敏感哈、哦，那么这个较敏感的这物件来甲看起来咧，
那么一般哈、哦，这个也是很难去直接理解来的哈。这啊，目前哈、哦，就讲写真济啦吼，这包括什么啊，茶啦吼，桃啊啦，葡萄啦吼，这马铃薯哈。那么这种呢，伊通常拢较会稍微敏感一点点，但是伊发现讲，你那是没有给他一点氯离子，还是讲有也不容易哈、哦，也变作较袂定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个没有所谓，好、哦，这里会比较呢，稍微给它敏感一点点。啊，至于这个洋香瓜，哈、哦，伊对这种物件是比较钝感，哈、哦，较无像你啊，一个这个啊，伫这内底呢，通常拢较无像你啊，一个这个敏感，哦，啊，真正哈、哦，这内底上特别的是这个烟叶，哈、哦，薰叶啊呢，你们这个氯离子会让伊的啊纤维变料较粗，哦，比较较。啊，这个较粗啦吼，啊较粗呢，啊，伊有一个好处吼、哦，就是讲也让抵抗这种病害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你较粗的时阵，比如讲伫熏烧啊，你呐这个纤维较粗，伊会较歹点吼，迄、哦、燃烧性较无遐尼好啊。所以熏烧啊呢，啊，咱较早这个熏啊呢，有一种特殊的熏啊肥啊，啥物叫做熏啊肥啊？其实就是讲47号啊，哦，这种呢，伊就是一个伊的钾呢是硫酸钾、哦，啊，这种伊硫酸钾一个这个硫酸增加的这个关系啊，所以大家拢讲也啊，也专门吼种粉啊，也较会当用哦，因为氯这个氨加氯氯化钾较俗吼啊，这个啊硫酸钾吼较贵哦，硫酸钾较贵啊，即卖因为伫市面上吼真侪人的啊，这个车内底呢吼。那么的较无通遐尼好吼啊，所以呢，这有当时啊，就是讲，伊的这个会觉得哈、哦，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好哈、哦。那么在这上是有这几种的这，所以这个伫咱所知影的这这个吼、哦，那么这个较无讲遐尼啊，这明显哈、哦，无讲真明显哈、哦。所以洋香瓜算是对这种物件较钝感。对讲较无遐尼啊，这个敏感的这个作物啦吼、哦。那么目前是安尼，这个经营，所以啊，你咧栽培时阵吼、哦，不用太紧张啦吼、哦。就是讲啊，伊是唔是讲啊，这个完全拢袂使用吼、哦。其实我们发现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咱拢会改，好比如讲啊，这个尤其你那是伫室外吼、哦，你种植那是室外的时阵呢，露天栽培吼。哦那么这种物件也很容易被流失掉，尤其氯离子非常容易水哈，啊，伊非常容易去溶在这个水底，所以你除非你是这个温室内底哦，你氯离子爱合理的去管理，不是讲啊这个剂率的这个管理，是因为呢这氯离子也造成这个乙烯酯较管，所以你伫土壤伫咱的这个温室底哈，因为这种物件作物的吸收的量真有限，所以真容易留伫这个土壤内底哈。那么有时候呢，这种问题呢，就会造成咱啊伫这个操作当中哈、哦，可能的土壤乙烯酯变较管。好、哦，这是安尼啊！你啊，伫室外啊，下一阵雨呢，它就啊，这个很容易去流失掉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实际上啊，因为氯离子是这个啊带负电嘛，哈、哦，氯离子 Cl 负啊、哦，这带一个负电哈、哦。啊，这土壤内底嘛是带负电，啊，所以氯离子的里头开时阵哈、哦，这个咱用氯化钾哈、哦，一些这个氯离子是。就歹伫土壤内底固定掉咧，吼、哦，所以土壤对这個氯离子的吸附能力无讲解，所以真容易就这個流失掉去。所以啊，你用这个氯化钾吼，不、哦、讲要去啊去加，因为造成氯离子吼、哦、去影响到的这机会其实不太大啊。但是你那是水耕栽培的无同款啦，吼、哦。你也是最近的，这都无同款啊！这可能呢，你得爱小来甲伊啊做一个这个处理哦。这可能得爱你啊小心淡薄安尼啦吼。那么这个大体上吼、哦，大体上呢是安尼这道理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伫咱咧应用的时阵吼、哦，你根本不用去担心哦。所以你讲是不是当用这个第一哦，这洋香瓜唔是氯敏感的这作物哈、哦。这咱伫室外咧栽培的时阵呢啊，利用这氯化钾吼、哦，根本都不是。是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咱像这阵落雨落真济啊，咱会惊讲这热人有当时会较搞变红，咱会搁会提醒好朋友呢，因为这个钾会流失哈、哦，所以咱一定爱搁甲补一下啊，这个啊，这种氨加氯啊，氨加氯呢第一俗第二好用哈、哦，这氯离子里头用内底呢啊，适当浓度的这氯离子搁有一个杀菌的这作用，就是讲在迄个菌的周围哈、哦，虽然伊。
啊，真容易会漏掉去。但是伊一点点啊，伫紧诶一个周边诶时阵，有一寡啊，即种有吼无啊多外吼，即种即个寄生型诶，即个病菌呢，它就比较没有办法靠近哈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有当时啊，反而是一个好处哈、啊。所以进前吼，进前咱拢咧甲听众朋友推荐诶吼，就是讲啊，落雨了啊，一分地六公斤诶，即安家里，咱卖落济哦，啊，伊甲布置出来，布置出来啊，真侪好朋友用遮济当来啊吼。啊，因拢会讲，这是因的秘方吼、哦，这啊，钙袂甜，不会啊，这长到钙变较歹卖吼，颠倒长呢变较水吼、哦，所以你就知影讲这个方式吼、哦，这其实啊是相当的这重要吼、哦，咱伫这个处理的这当中啊，一定爱真清楚去认知吼、哦，这是一个啊，所以你咧安尼咧用吼、哦，可以很放心吼、哦，你也放心安尼个用不要紧哈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就交代吼来做这补补益啊，这个呢是很好啊，但是。因为这足容易，这个氯离子足容易吼，足容易溶在这个水底，吼，很容易溶在水里面啊。伊足容易去溶在水底，啊，因为足容易去溶在水底，这个关系那落伤济吼，那么通常就较无通遐尼好吼，就比较不好安尼吼。那么所有的这个有呢啊，咱一般吼，一般来讲啦吼。就是讲，伫咱的一个这钾肥来底吼，其实氯化钾是一个最便宜的一个这来源吼，所以啊，以相当的一个这个便宜吼，啊，所以咧用呢，其实也不是什么这个坏事吼，这大概是安尼这情形。那么这当我咱好朋友吼，就做这参考哈。好，来63386016333860一，拄啊，咱线上这位听友吼，0955哈，手机边如果咱的听友，如果你有听到哦，0955这一位听友，如果你还在收音机旁，麻烦你打电话过来哈，0555-633-8601，手机边听众吼，有任何疑问、有无清楚、无了解的问题吼，拢会当吼卡咱的电话，好。来，麻烦听友哈，如果你有听到的话，你就再拨打一下哈。就是好，大家呢先卡起来哈，要不然呢，宝妹又要继续往下。那你先讲个笑话嘛。啊，我先讲个笑话哈，我要讲个笑话。你是不是叫我讲笑话呢？哦，对啦，我今天有看到一个那个笑话，我在听友哈传了一个笑话给我。我在两个讲，你为什么要说谎？然后可惜。门一公，你为什么要说谎？你为什么要天天说谎？你这样子以后你长大怎么办？他说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当总统啊。好吧，这个我的朋友讲吼，陈慧兰的公吼，公笑话袂得个，你大概啦公笑话吼，拢是你家己去笑。这个不是我讲的哦，这个是大家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的啊，所以这个也只是个笑话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就一笑置之哈，大家都是笑笑的哈。不要紧了哈，啊，咱的听友呢，如果你呢，还在收音机旁，好、哦，我们就、哦、稍微等你一下下。那老师没关系哈、哦，就宝妹呢自己主动稍微跟他联络一下好了，免得呢他待会呢又打来。好、哦，我嘛就卖咱听友呢，在这个部分呢节骨眼哈，谭鑫哥，哥卡电话来讲啊，我要怎样？我要打电话找不到阿巴老师。好，我们稍等一下下哈、哦，来。其实我也可以回播啦，我自己唔知讲那听友吼是唔是当卡，我们今天就回播看看哈，麦好听友听好，我自己打过去，看有接不？好，看他有没有接，有接呢，我们就跟他问一下，看是虾米代志。喂，你好，我神农电台。哦，宝妹哦。嘿，你们问虾米代志？无，我拄啊问迄个白老黄除迄个草药啊，迄、那个。啊、哦，吕先生哦，嘿，好。我跟你问讲，迄、那个你讲吊车虾米药啊？啊、哦，这个部分哦，吊车管逆境通，逆境通了，好，好，要较紧转哈，好，逆境通，好，那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了哈，没有，就这个，好，那我再跟你们电台买，好，但是你住哪里？花莲，花莲，哇，这样很好，好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可能是我拔到手好，这也是安怎，因为我手忝嘛吼，我可能。花莲有点远呢、嗯。啊，过这几天又有点那个。好。好，那知道了，李先生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好，来。哇，住伫花莲，啊，搁拄着迄度，你若讲明仔载呢，你伫附近，那你就安那。但是花莲真的，
哎，我可以帮你打听看看，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个部分，我先帮你打听看看，好，待会我帮你打听看看，看有没有就近可以稍微解救你一下。阿伯你看拜啦拜日拜日，哇，三天呢，还再来拜日走一个华联，嗯，好，差个好几天就差很多了，好，来，我们接着呢，再来看其他听友的问题哦。啊，随时也欢迎咱收机边的乡亲，你有住宅使用上的代志，这部方面不清楚、不了解，卡可以转线。来，352的问题先看一下哈，马吉卡352，老师，伊要甲你请教是有关益根宝是毋是会当吼连线使用？另外个是有关木霉菌使用伫个即个硬菜是种的时阵使用，还是讲等伊有时两三片叶啊再来使用？啊，什么款的效果会较理想？嗯，这个是安尼哈，就是讲啊，那、是咱咧栽培这个过程哈，比如讲你要用这个木霉菌哈，木霉菌哈，那么木霉菌咱通常是这个最主要是要改变哈，就是讲利用这个微生物哈，然后啊去可以呢啊保护着伊根哈，啊然后伊有一个。啊，真侪即因为国外上中的即上东侪侪即研究吼，拢咧讨论就是讲啊，即、这个木霉菌呢啊，有足侪即种的即功能，所以啊，大家都把它看伫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即种效果来滴，吼、哦，这个确实是一个啊，简单讲啦吼，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微生物吼、哦，就是讲提来做根部病害的即个防治吼、哦。那么最近。这个根部病害防治的这部分呢，啊，其实有咱有个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哦，这啊目前就是伫一个利用树菌体哈，提供伊一个啊有一种菌会去类似病毒，比病毒更加复杂哈，树菌体哈，也去啊去寄生伫这种有的管顶哈，即个微生物的管顶。啊，这当提来做病害的这防治哈、哦，这目前啊大概是这几年呢最红的一个东西哈、哦。那么已经有人突破的是这个生产的这个人工培养的这个流程，所以呢这个呢拭目以待哈、哦。这一两年呢，不啊大概会把所有的精神呢集中在这个所在哈，这是未来一个啊进入开发性的这物件，但是就是讲。像咱咧用这个木霉菌嘛，是安尼。木霉菌里有些菌丝伫这个做物咧，这个边啊，吼，然后伊有一个这种屏蔽作用，吼，吼，这种啊，即个有呢，无法度去干掉，吼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是可以去用，吼。啊，就是讲用木霉菌，吼，效果袂好，吼。即同时就是伊的这个啊，有机质的肥料爱济，吼，有机肥，吼。比如讲你土壤内底有机质啊较高，伊这木霉菌呢，伫即内底即个量就较高，吼。那么这种呢，即通常是效果呢啊就会比较好一点点，吼。那么即个木霉菌呢，用并讲咱用伫即个硬材内底呢，啊，不也是会建议讲你还未压进前，你是不是压即个有机肥，吼？你咧胖咧整病时阵，因为咱整病了。水淡淡，咱就结落啊！这个时阵木霉菌就爱好落吼，卖等伊发起来，吼、哦，卖等两片叶啊，卖等两片叶啊，甲用吼。那么这部分来讲呢，因为木霉菌啊，伊伫土壤内底繁殖啊，伊这速度会较慢吼、哦，稍微慢一点点，所以你会当先好落啊。但是你唔能落啊，甲放足久诶，当然老有机质伫土壤内底是无要紧吼，啊，卖互伊晒伤烧。啊，你来用啊，这刷落去来播种，啊，这种效果会较好吼、哦。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讲，你要落种迄个时阵，你得当先用啊，吼、哦。比如讲你土哦种好啊，有个人是土种好啊，伊这个木霉菌水解浇浇啊，土下面去解休息的吼、哦。啊，隔工伊就开始就点子哦，啊，这种嘛是会使。哦啊，一个再次强调就是讲，这个木霉菌那是。啊，木霉菌那是要用的时阵哦，木霉菌那是要用的时阵呢，上好就是讲啊，那是有机质的含量一定要有够哦，伊效果要好，有机质的量一定要有够哦，这是绝对是咱啊，这无变的一个道理啦吼、哦，所以真侪人有的人用木霉菌用甲真好，有的人木霉菌咧用呢。啊，伊会感觉麻麻，无啥感觉，就是吼，啊，就是因为伊用有机肥
伊毋是用有机质吼，所以伊土壤呢啊，即、這個、效果拢无法度呈现出来。伫木霉菌的即部分无法度呈现出来，所以啊，如果你若是即个木霉菌你要用吼，我会建议讲你要落种迄个时阵，愈早用愈好吼、哦。啊，效果要好，就是有机质的量要有够吼，即、哦、大概是安尼啊，即、這个效果呢会比较较好。啊，你等两片叶啊，佮佮来用的时阵呢？啊，效果会慢一点点。两片叶啊，迄阵咱要用啥物？迄阵咱用蕈状芽孢杆菌。蕈状芽孢杆菌的这目的就是讲伊一寡这个起泡啊啦，哈、啊，啊是讲白点啦、啊，吼、哦，等等这些问题呢，啊，咱先甲用，啊，先用完了，伊个细长细长，咱就先甲注意防下。B M 菌就是一个那种预防针，哈、啊，啊，伊是这个全身性的，啊，这个木霉菌是菌的这个部分的这保护，啊，上下齐攻，哈、啊。那么这个效果呢，应该是会好很多啊！啊，这大概是安尼。那可能就以好朋友吼，小、哦、做一下了解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，这个益根宝吼，这物件吼，这是一种啊，伊是一个这个植物的一个啊，让简单来讲吼，就是讲类似这种皂素吼，这类的这物件啦吼。那么这种物件呢，伊有一个好处啦吼，就是讲啊，简单来讲呢，就是讲。啊，也当去改变哦，比如讲，伊上界明显吼，上界明显的这些所在是啥物呢？啊，就是讲伊伫这个较黏的这个地吼、哦，你的地那是真黏哦，比如讲真缺哦，透气性无好啊，啊是讲这个吼、哦，你着啊，简单来讲哦，都有这种的一个问题，你着当加个下挂哦，下一挂这种物件，你会当啊，一分地你会当，比如讲啊。这个差不多一两粒吼，一粒也好，两粒也好，啊，你卖伤济安尼吼。那么这个效果呢，啊，来用吼、哦，这个、通常呢，啊，这个一年，比如讲以割球来讲吼，啊，一年呢，啊，大概就给它用个一两次吼、哦。那么这样呢，起来呢，效果就会当相当的一个这个好势吼、哦。那么对着一个这个来讲吼、哦，比如讲咱那是水彩，水彩呢。啊，你也当改分次去使用吼，因为伊这个啊有一挂这个水解蛋白吼，植物性的这水解蛋白吼，这防腐酸、腐殖酸，然后一挂这个维生素啦，包括这个这拢是天然的一种这个成分吼、啊，所以呢，伊这个腐殖质是一个很啊真，然后简单来讲来讲，它也可溶性就好吼，伊不是一种些。洗土团一种腐殖质，一种嘛是叫做腐殖质哈，一种嘛叫腐殖酸哈。因为当煤炭啊，煤炭要用进前爱过洗过，啊洗过了，伊是唔是有一挂即个车底下卡迄个物件，那乌鲜鲜一种乌烟吼，足油的。啊，一种呢，通常因会改收集起来吼，所以阵大家咧讲啥物干净的煤吼，所以其实即个意思就是讲伊个土团拢有过洗过，啊，本来即马全世界咧利用这土团都拢爱过洗过，因为伊个油污那伫内底吼，伊在燃烧的时阵，伊未腐烧，伊未工作完全的燃烧，因为热气往上升，遐粉尘的规个都拢啊未烧起来，伊就飞起吼，所以呢，就无法度达到有目的的燃烧，所以因通常会去处理过吼，即用水去洗，古早是用水去洗，那么爱用足济水。中国大陆因为开采土团的所在无水通洗，所以因通常有一个叫做干式选煤法吼，啊，改用出来。啊，即村的遐粉吼，遐粉呢，较早拢啊，即、這个唔知要安怎吼，因为去改做煤砖呐、啊，做啥物吼，做一角一角，啊，用一个啥物物件改伊，啊，可以较个摕去烧，安尼袂浪费掉。啊，后来发现吼，即、這个物件呢。摕去测肥料，创啥还不错啊。但是这种比较不可溶，吼啊。但是咱即马用的这种呢是啊，属于可溶性的一个这腐殖质，吼、哦。这伫内底伊就发到去啊，做本呢较容易来个伊这个成长。所以你若像一寡地啊，伊土壤较无遐尼好，吼、哦，比如讲较袂倒烧，啊是讲因为这个长期吼、哦、啊，这种用肥料这种关系，啊是讲咱的水本身钠离子含量较悬。啊，也会将起刷炎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情形呢，啊，你对当呢，甲用，那么伊在咧用的时阵，因为这有一个这个多植物性的这多糖，甲着咱拄只讲着就讲水解蛋白这类的植物性的提取，哈、哦，所以这是这个多糖甲皂苷这类的这物件，啊，这种物件对当去增加土壤的这团粒结构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伊咧啊，第一咧讲的讲开倒烧，哦，啊，这个咱水的这利用率呢。啊，当来改这个提高哈、哦。啊，咱咧讲的这個多糖是为对来，为这個海藻精，吼、哦，伊这有这個海藻的这個提取。
啊，所以这是一个伫根部内底呢啊，相当好用的解结物件吼。所以啊，那准讲土较歹的解结所在呢，对着根部吼啊，那是较无通遐尼好势啊。你小解灌咧灌咧灌咧哈。那么这个物件呢，效果的相当的一个一个好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这里只啊，必须要和咱好朋友吼，小、哦、做解结乘客啊。所以你讲讲是不是当连续来使用？好、哦，比如讲啊，以这个高手来讲吼、哦，你也是一年灌两遍啊，哦，这一年两次啊，一遍你头一粒一粒安尼啊，这个就很好去分的啊、哦。啊，你的用呢，大概这个量呢，其实就相当的不错。啊，你也准讲想要一水啊，我拢改灌一水啦，灌一水啊，这当然很好。啊，你咧灌的时阵，你都卖灌伤济哦。比如讲一分地，你都改扎哦，大概就是500毫升哦，300、500哈、哦。头一遍你当用较重，啊，过来你就是安尼哈。哦啊，这个用一水啦，用一水啦，吼、哦，这个效果呢就会很好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边连续使用，你就是卖一盖一分地啊，卖用一粒哈、哦，不要用一升哈，卖、哦、用安尼这方式啊，当消防轮子，因为这个成本不是很高哈、哦。啊，你得用一点嘛，你会发现讲，哎，有用，我是拢开建议咱好朋友讲吼、哦，啊，稍微给他这个小轮子，就是讲啊，你得用的时阵吼。哦啊，那第一遍你唔捌用过，你会比较同一个所在啊，即地有用啊，即地卖用先比较看卖，同一水菜哦，还是讲留一角啊卖用哦，啊你即其他你甲用过啊，你看卖者哦，看伊个即成长你就知影，你就会知影啊，就会很有信心吼、哦，因为即物件啊效果相当的一个好，尤其伫即个落大雨即个时阵吼、哦，那么土呢较歹吼、哦，你若讲土较歹。啊，这种的呢，你就爱为土来改善，无特别拢灌海草精嘛，无一定有效吼、哦。因为水干掉了，伊就伊个土壤的结构歹，啊，你通常啊是讲伤过头沙吼、哦，啊，类似这类的这问题，你就当安尼连续来灌吼、哦、啊。那是要连续灌，啊，你就卖灌伤济吼，改、哦、啊，一年呢两粒吼、哦，都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用量。那么较低一水也不要紧啊，但是咱连续咧灌咧，咱就免灌安尼济吼。就伫遮，好，咱就听众朋友来当小做者参考。嗯，好，来时间上的关系，第一点钟先暂时进到遮，等下咱伫广告刷了，马上回来。